扮歌手的一個生活 vlog 今日係。大家好，我係史萊老老，歡迎大家收睇《史萊老三全片》。Hello 大家上網，歡迎收睇《史萊老三全片》。我哋今日有春春，係又係我啊！今日就好特別，因為今日成個行程咧都係同阿紅爺一齊咧，就要去做唔同嘅訪問啦，去派歌嘅一啲宣傳。哇！不得了，扮歌手的一個生活 vlog 今日係，因為我其實完全唔係嗰份嘢，係托紅爺一福，我有機會可以嘗試下做呢樣嘢啫。體驗旅程啊，今日係。唔係唱歌啊，唔係錄音嘅時候，究竟做緊啲乜嘢咧？一陣我知，一陣見。第一站咧，通常都係 set 頭啊，化妝先。搞掂，唔該曬 Terry， 俾俾料今日。出嚟啦，出嚟啦，俾俾料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約我嚟到第一個點啦，紅爺，我哋一陣做啲咩啊？佢落車前佢話自己落車之後啞嘅，原來真嘅。今日啲訪問靠你啦。我今日嚟學嘢嘅喎，因為你帶住我嘅喎。唔係啊，我唔識講嘢嘅，都係講有關獻丑嘅嘢咯。獻丑，你覺得獻丑合唱版《搶紅十》嗰把聲之外，你覺得另外一個人唱得好唔好聽？唔好聽，垃圾，都聽唔到佢把聲，好多人投訴。你聽得唔夠認真啊，就翻去再聽多500次。OK， 出發出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史萊老老，歡迎大家收睇《史萊老三全片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唔錯，我 Ken， 我係小人物。今日上到嚟 Move 做呢一個錯人藝表演，邊難道充滿錯話咁？我哋出嚇出曬佢邊難度？上面一隻煙酒，我哋嘅新歌《煙酒》畫畫。史萊姆，你會唔會想睇下 Ken 佢畫啲咩？我唔想睇。叻豬，你要畫史萊姆。嚇！你可以表達，你表達下。史萊姆，唔係做史萊姆。八口一声八要献丑，收起双宝别来外疚。黄昏一池雪煮酒，一池大地酿成杀鸡酒，哎呦！收走。好啦，而家呢个点已经拍摄完毕，我哋准备又 move 下一个点，跟住佢第二集。咦，呢個站係做 live， 頭先竟然無啦啦人唱歌都有，大家冇揾翻條片嚟聽 ，OK？ 我係交咗俾男人唱。男嘅細細聲嚇，你咁樣要唱歌啊嚇？唔好影住，放翻落去。Hi。哇！邊個景都好靚，係啊，邊個景又唔錯。好，今日所有嘅訪問啦、節目啦、直播啦，終於都完曬啦，嚟到最後一站咧，就係我哋之前拍嗰個獻丑 MV 嘅一個慶功宴。所以今晚咧，全部人都會嚟嘅，睇下幾多人。有用呢個習慣，你咁樣用呢、這個，我洗手用嘅。呢個係啦，嗰件事點解要點剪咧？話同大家介紹翻，我係咪 cool？好 smart！ 今日做咗一個中間人隔開佢啊，我唔想你有殺身之禍。誒，師兄喺邊一邊？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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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唔使減肥，你都食。你減肥啊你！你減肥啊你！吉撚蛋嚟㗎！你食緊乜嘢？唔知啊，但好唔好食？喂，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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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啦，白世嘢。豪啊！哇！上颚，条脷筋咧系黐住上颚嘅，我阿罗阿陀落嚟嘅，阿罗，我今日唔讲嘢啦，各位。里边准备一二三，再嚟。系爱啊！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。翻嚟啦，非常之充实嘅一日啦。咁我真系觉得好特别。虽然话自己平时啦，成日做直播啦，成日录节目啦，咁但系咧喺人哋嘅地方啦，喺人哋嘅平台做直播录节目真系比较少。虽然我到而家都未能够接受到自己有一首歌，虽然合唱啦，但系都叫做有我份啦，系去派台。好不可思议咧，呢件事系我一个月前我都冇谂到嘅嘢嚟噶。所以人生只要不放弃，真的乜都有机会发生。其实自己一直在 YouTube 打滚五年的时间，不断尝试很多不同的题材。咁去到最近啦，即有机会接触音乐呢个题材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好感动同埋好感恩，真的可遇不可求。多谢公司，多谢红爷俾呢个机会我，同埋成日同红爷相处的时候都学到好多嘢，好多嘢落我袋，多谢晒。同埋要完成一件事，好多时大家都见唔到背后系好多功臣。幕前啦，可能几个人啦，你见到只 MV 咁样，我哋出镜嘅可能九个人，其实都算多啦。但系背后你见到今日咧，我哋一齐影大合照嘅时候，系有20-30人啦。多谢大家一齐去成就呢件事，非常热血嘅。我谂到老咗去回忆翻呢件事，仍然系觉得好轰烈、好正、好值得回忆。多谢晒你哋，陪我癫一次。因为我哋献丑三部曲，最终部曲积极预备紧。大家記得期待。好啦，咁裏面去到呢度就結束啦。中意朋友記得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，撳個鐘仔，下次再睇。星期五6:30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